总统，总的听。大家好，我是阿面，又来了。今天家里边来了两个朋友哈，我准备的四斤小龙虾，招待他们做个麻辣小龙虾，开干。 今天这个虾爪子干净啊，干净。这小青虾肉多得很。别操心哈，成熟备用。准备点料头来熬虾油、生姜、切大片，再切点芹菜、大葱。 香茅草丁香撒点儿亮姜，大概香叶桂皮，加点清水浸泡，熬虾油，干海椒一盆，花椒一把，一碗大蒜。阿公点火哦，要得开干。锅烧宽油，七成油温下入龙虾炸一下，炸一下颜色就漂亮了，油温一点高一点。 大概炸个5分钟就可以了，先拿出来，再放入香料，炸一个虾油，香料炸干后捞出来，起水，再下入大蒜、豆瓣酱、花椒海椒，再加入啤酒。 再下入龙虾、番茄菌，再放入盐巴进行拌上调味，蚝油、胡椒粉，再焖它个15分钟。哦哟，要得了，七哥。 再点缀香葱一把，就这个麻辣小龙虾，我厚积点皮，问你们要下红心就红给吗？Thank you， 味儿的马蹄，来，我请哦。要得，很干。好子，请。吃起。那不。哎呀，好肥哦！现在龙虾都肥得很，正是上市的时候。然后把我虾线取了，我刚才没取虾线，不取虾线的话，吃起更紧实啊，这个肉就不得散。老公，让我给你站着放吗？那么来，来。 这个呢，哎呀，看我亲口都尝了哈，好吃吧？好吃，简直吃龙虾美女，第一次吃啊！往往啥东西都是第一次吃是最好吃的，是吧？这个老公好吃不？好吃。哎呀，这是难得白啊！ 这是今年的头一回龙虾，对吧？这个是黄啊，啊，是吗？哇，这是真鸡啊！是吧？<笑><笑>还是够麻啊，够麻够辣啊！那把它下进去了。 巨人，还剩多点儿吃宵夜哈。Hello， 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到这儿。如果喜欢我，想付了钱，请关注我们。我是阿伟，我是老哥，我们两人，拜了个拜。